老兵洗澡好不好？好，先洗澡。啊？要什么？老兵来找。家里是？是什么？不是。你放在哪里？东西放在哪里？啊，玩具嘞？来。你是怕被我关起来对不对？那我不会把你关起来，但是你要不要告诉我的话？用你柔软下腰的方式，并将自己的瘦肉身躯挤入娃娃机的取物口，时下流行的天竺鼠车车抱枕及玩具一盒，拨至取物口取走，讯后依窃盗案函送。